會開始咧呢一個嘅頒獎儀式。我首先頒發嘅咧就係第三季軍嘅獎項啦，由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兼執行董事黃英偉博士啦就嚟頒發。咁啊，就係獲得季軍嘅就係羅開羅。咁啊，至於亞軍咧，亦都就係黃英偉博士啦，繼續頒發嘅。亞軍嘅得主就係葉文力。我之後咧亦都會就係頒發冠軍嘅獎項，同埋由社會文化司司長及澳門匹智大賽車組織委員會主席歐陽瑜女士，咁啊將會咧就係頒發冠軍嘅獎項。獲得冠軍嘅車手歐陽若曦。恭喜曬就係三位得獎嘅車手，馬真係唔容易啊！馬一場就係咁競逐激烈嘅賽事入邊，馬最終可以騎上頒獎台。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ing drivers, and thank you to our presenters.好多嘅在場嘅觀眾啦，咁啊同埋就一啲嘅工作人員都就係相當之興奮啦，同埋情緒激動。我因為呢一個嘅冠軍特別都就係來之不易。咁都係最開心嘅時刻啦，咁啊香檳時間。That's a shower of victory.